拜拜。
站着来去哪儿吃去？你们你好，这等着你都这个旺达。旺达，这谁的孩子？我几大？我上次叫他们去订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厂，谁都不去。你说就是这一次，上次是吧？我不是这一次，不是这一次。有一次我知道，有一次我知道，谁都不去。我呢，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，连续去多少次。因为后来我们第一次去嘛，第一次去，因为我跟那个那会儿跟那个人还不熟，说了不算，人家就不去加我。哎，最后那些人非得要去钓什么大鱼啊，那些人没，我们就没办法。那后来我们这次去，我们就坚持跟那鱼老大去钓。炸鱼就说比我慢，我们这个不多嘛，我们从去那儿就钓那儿，一东西就是。我们是那天早上起来先钓一小鱼，再钓这个。哎呀，这船啊，那个头天晚上，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，我们7点钟才到港口。我这边也是。4点多起了造饭吗？7点钟出吧。我们6点。就上上船，对呀、啊。对，上船，往上开上去，开上去说钓，因为可能因为就是有几个松鼠吧，小狗20多，不会钓鱼，然后我们昨天就是去打鱼钓鱼，因为你钓松鼠。生手熟手，放鱼食鱼上钩，还生手熟手。对，钓生水鱼完全不一样。把鱼食说一遍。哎，说的那么容易。一条船上，你上了他不上了，你熟手你上来了，生手这一样上来。这不记得不上了，你放个屁，他不上来。那个是说啊。最大的特点，大家都在这船上。都在这，对呀、啊。你也拿着杆，我也拿着杆。我们这没有，我们没有啊。就是到时候就是什么呀？到时候就是你钓不着，就我就钓，我一条接一条就钓，你不进都不行。我说我们没有钓。而且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站到这个位置了，你钓不着，就是你站这个位置上钓不着吧？